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一亨，欢迎收看我刘一亨专门介绍不动产的频道。我主要目前是介绍中部地区的不动产为主，而且我的频道物件数中部第一啊，希望你能够看我们的影片的时候顺便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天都会拍摄上架的物件哦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台中市丰原区丰南街啊。这一条是丰南街92巷，出去就是家乐福、便利购，那这边有那个丰原大道，这边是丰原大道，丰原大道就在旁边。这个大概是8到10米的路，8到10米的，蛮大的路。这边两边也有人开店，对面是一间干妈店，也是有人开店的，但是没有某公就假企业，而且，这个是大面宽的透天，屋龄9年。我算一下给你看哦，5米大面宽，1、2、3、4、5，5米的大面宽，地坪大概26.7坪，地坪26.7坪，建坪大概58坪多，我们来进来看一下哈，这边前面有可以停双车位的车库，再来，看哈。这一间它因为它的面宽很大，所以它的客厅非常的宽敞，客厅非常的宽敞。然后呢，它跟厨房是同一个空间，这应该是全新未住的哦，它东西9年全新未住的透天嘞，真假的？9年全新未住，因为我记得这边完工之后，旁边陆陆续续都有人，对，旁边都有人住了，这一间就是全新未住。就那个烘碗机这些都还是新的，零件都还在里面。水压，水压一定够的了，全新未住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去楼上再看。这边有一个后院，还有一个后院。那这个后院它并没有做采光罩，所以这个下雨的时候这边会淋到雨那你如果有需要自己做采光罩。那这边当然你要做洗也可以洗衣放洗衣机后面这边可以放洗衣机，洗衣服晒衣服都可以。这边还有一个加压马达，这是加压马达嘛，应该是吧，就对，加压马达。你看隔壁有人做采光罩，对，隔壁就是他们就有做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他的厕所卫浴哦，有开窗对，好，厕所有开窗，对外窗，好啊，然后它这边有一个铸铁的那个楼梯扶手，然后全部都是抛光石英砖，看起来干净漂亮。我忘记一件事。全新未住通常都没有灯啊。对啊，真的哦。还有装简单的灯，只有厨房是那种小小的灯泡。这个二楼是整层主卧室，还有一个大露台，大阳台。不错呢。对，等一下它可以，它有灯。灯我开一下，还有开灯，不错，对面就是那个干妈店，这间应该是无抗性透天的啦，他们对面没有壁刀，没有路冲，没有电线杆，朝向朝东，朝东，它没有西晒的问题，对面也没有完全挡得很严，好，再看。二楼的后面，没有灯，没有灯，好吧，等一下，你的手机借我一下，等一下你要哪一灯？不好意思，好，我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日式的浴缸，哇，超大型浴缸。哇塞！是的，可以坐在这边泡澡。哇！这样子，
然后可以坐在这里泡澡。哇塞！哦，上面还有那个，还全身都可以泡得到，可以坐两个人。不止哦，我可以塞好几个人进去。跟小朋友这边游泳，小朋友这边游泳。好好，上面。嗯上面是那个维修口，还有那个四合一的暖风扇。对啊，四合一的暖风扇。哎，它有这个，这个可以做淋蒙头使用。嗯哼，这样子好。然后我们看二楼的水压，还可以哈、哦，水压都还可以。然后干湿分离的卫浴。卫浴当然有开窗哈、哦，它的淋喷头哇，做功能的淋喷头，它的上面还有一个，都有开窗，这边还有一个大窗，等一下小心，那等一下，这边还有一个大窗，你冷静，好，看到了 ，OK， 好，那这个是厕所马桶，马桶是那个免治马桶哈，它这边有一个四合一的暖风扇，冬天洗澡不用担心太冷，好。关起来，你们等一下忘了。那我去了楼梯。好，它楼梯哈都有，楼梯都有那个窗户，都有照明的窗户，所以那个白天哈也不用开灯啊啊，因为它有窗户。好来三楼。三楼后面间间套房，房间都很大啊，房间都很大，间间套房，窗户也很大。对啊，厕所都很大。对。好。我看一下前面。更大。前面的房间更大，哇！就是两片窗户，这间就没这个就没有阳台了，三楼没有阳台，然后哇，卫浴，看着就很舒服，所以也蛮水压也够，那这个开窗的，哇，这边还有窗台可以放冷气主机，这边可以放冷气主机。二楼的冷气主机可以放这里。看到那个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是那个气密窗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都是新的，没有拆封。它都没有拆那个塑胶的。那没新全新卫柱啊，全新卫柱。这是几楼？三楼了，我们要上四楼。四楼是顶楼哈。有一个神明厅，前面有一个神明厅，神明厅的大露台，我这个使用空间蛮大的，而且还有这个都是豪宅等级的建材，这个都是豪宅等级的建材。好，这边可以绕一圈，这个露台我可以绕一圈。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露台。这边就洗衣服晒衣服，你除了洗衣服晒衣服，可以在后面一楼的后面，也可以在顶楼，也可以在顶楼。隔壁都有人增建的哈，旁边两边都有人增建，这间它是增建采光罩，那一间是增建铁皮屋，这间是铁皮屋的增建，这里我知道，刚刚有，然后这边洗衣机可以放在这，排水管，然后这有一个维修口，水塔。或者是你要装太阳能热水器哈，都可以在上面装。好，那我关起来了。
好，关起来喽。它整栋地板全部都是抛光石英砖，蛮好清的。好，我们回到一楼。好，这边不知道这个是什么。电话通报，录音开门。好，我们去家乐福看看，这边是属于丰南街的商圈啊，丰南街的商圈，路还蛮大条的。好，这边走过去就是丰南街。手机。谢谢。其实啊，是三年前我也有在卖这边的，大概四年前我有卖这边的房子，那时候卖多少呢？那时候是卖2800。2800，后来不是我卖掉了，是别人卖掉的。然后我还有标一间法拍屋，帮客户标，结果没有标到。那时候，溢价，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啊，那时候后面这是属于社区型的，他在我这个是前面，然后他是我标的帮客户标的那一间是在后面有庭院的，有庭院的。那时候。底标是1300多万，结果成交价大概是1700，1700，它是在它的是那种中庭式的，然后车库在地下室的，那时候是标1700成交，它没有标到，我请我的客户标1400，结果成交是1700，跟那时候跟市价行情差不多。旁边这一个停车场就是家乐福的停车场，那不知道还有没有提供月租。然后丰南街这边还有什么呢？就是丰南国中，以前丰原的第一学府，结果后来被丰中国中超越，现在变丰原的第二学府，国中部，国中的。然后丰南街这边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区公所啊。区公所在右前方，右前方那边，丰原区区公所，这一条就是丰南街，还算热闹，七彩香鸡排，这就是便利购，然后那边有那个全家便利商店，还有 Seven。这家鸡排很多人来买哦，所以说就是蛮有名的啦。然后这边还有莱尔富，三大超商都有，莱尔富、全家、Seven 都在这个丰南国中旁边哈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庆山建设的正在盖的一栋大楼，现在都是一平五十万起，这一间你可能觉得很贵啊，3380，
我也觉得很贵啊，因为一直涨一直涨啊。屋主不缺钱，卖很久啊。那因为很多网友啊，很多人很多客户，希望我能够多拍一点全新的啊，那我就拍啊，哎呀，因为我之前拍比较少，原因就是因为全新的真的都很贵啊，非常贵，即使是这个九年全新未住的。已经就盖好九年了，价钱一样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啊，涨到大家都入不了手啊，屋主就一直也是跟着涨价在卖，没办法啊，屋主都是待价而沽，没关系啊，你就当做一个参考啊，很多啊物件是很多啊，可是都很贵，每一件都很贵啊，都不知道怎么卖啊，好难卖啊，屋主价钱都很硬。很难议价，一个头两个大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这个频道物件就是这么多啦，一个很庞大的资料库给你去参考，给你去比较啊，这么多贵的物件里面啊，或许有一些是你喜欢的啊，如果你负担得起啊，请不要吝啬啊，有喜欢啊，赶快打电话给我，我的频道。标题底下都有我的电话号码，直接打电话来给我。我们的物件数很多，1000多级的物件，就是我们尽量给你最多的比较。我没有要改变任何人的想法，我只是把现实的状况，忠实的呈现在你面前。你喜欢啊，有些人有适合再来找我们。我们的物件数最多啊，就算你觉得我的频道数真的物件太多哈。不晓得怎么挑啊，没关系哈，还是要继续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我每天都会拍摄很多物件上架哈，你不用出门，我就带你看遍中部地区最多的不动产、房地产、土地、房子啊，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，不怕你买错，也不怕你买后悔。我们全部的拍摄都是一镜到底、一刀未剪，没有剪辑、没有广角、没有美化哈，你只要在家里轻轻松松的滑手机、滑平板，看一个 TV 的 YouTube 频道，就可以很清楚明了知道这个是你要的房子了啊。然后还有什么没忘记讲的补充一下？对，这边还有一个莅临车站，虽然莅临车站在潭子，虽然但是但是莅临车站虽然在潭子，但是它跟丰原真的很靠近，因为这边是丰南啊，这边是丰南，所以就过丰原大道啊，就是莅临车站几百公尺远啊，所以离车站也很近啊，离车站也很近。然后还有这边还有脚踏车的绿园道。就在那个庆山盖的那一栋大楼旁边，在莱尔夫那里，那边有个那个台铁绿空廊道的那个自行车道，那底下也可以停车，还有那个公有的停车场，其实这边也有月租，这边也有，这边有，一小时最高啊，每日最高120，一小时20元，蛮便宜的耶，对啊，而且每日最高120，一个月才3600。亲朋好友来的时候停这里，对，停这边啊。啊，有没有提供月租？有，有啊，有月租。月租停车欢迎询问。所以你要家里有第三台、第四台车啊，一样可以停这边，没有问题，停车好方便啊。好，那这边还有一个阿宝早餐店。这早餐店开一段时间啊，大概至少3-4年。对，不止哦，不止吗？开很久了啊，不止、哦、7-8年以上了。这是一个。蛮优质的早餐店，老板娘也不错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希望你有买房子会想到刘一恒，给你最好的服务。对，我们希望可以给你最好的服务。既然你来找我，一定是尽全力以赴，即使再难议价，我都尽量帮忙。我们尽量站在买房子这边，帮你们议好价钱，给你好的服务，希望你会来找我们。谢谢，拜拜，还等你电话哦，拜拜。